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10月18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为了协助青年朋友们顺利就业，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在今年9月推出了初次寻职青年就业服务。劳工局长谢正达他表示，这项政策呢是由津贴还有就业辅导方案为主要诱因，引导长期失业的青年接受就业服务站台的协助。新北市政府劳工局长谢正达表示，这项政策是借由津贴以及就业辅导方案为主要诱因，引导长期失业青年接受就业服务站台的协助。开办至今近一个月，提出申请并符合资格的求职者共77位，失业期间在一年以内的有23位，失业一年以上未满2年的有29位，有25位的青年朋友失业超过2年，比率达到32%，其中有4位求职朋友失业超过6年，失业期间最长的求职者超过8年。我们青年初次寻职就业服务，从9月2号推展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那9月份的整个实施的状况，大概有77位的初次寻职的青年朋友来我们的就服站来申请，希望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相关的服务我们持续在进行中。劳工局表示，长期失业者对于职场普遍缺乏认识，求职方向也较不明确，借由初次寻职的服务，可引导求职者进行职涯探索，了解自我关键职场能力，协助厘清职涯发展方向。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帮青年朋友找到他的一个工作的特质、职涯的特性，然后帮他找工作的方向。那经过一个月，已经有4位的青年朋友找到他理想中的一个工作。那后续的朋友会进入第二阶段的一个辅导计划的服务。那每个月必须进行3次的辅导计划，我们会给他一个月5000块的一个补助。那我们还是希望青年朋友多多利用这样的计划来帮你找到你理想中的一个工作。只要是涉及新北市前年满18岁到29岁的初次寻职青年，毕业后连续6个月以上仍未就业的青年朋友，可以透过新北市人力网就业服务专线或亲到各站台提出申请就可以。记者冯强，市府上报道。